如果你来看这个影片的话，你是不是发觉到你的右上角是没有 Pixel 这个东西？没关系，我现在在这边教你们怎样自己 insert 那个 APP。首先呢，你要去到 insert，然后呢去到 add in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格子，然后呢它会叫你去这个 Office 的 store。那么呢，你就在这个 store 里面 search Pixel。你就会看到 Pixel，那么呢，你按 Add 了过后，它就会出现在那个右上角的三个点。